营养 Ramen 九宝田本店地址：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西松屋亭563富居 1B 如 1F 营业时间：11点到15点。18点到23点，为了要吃到九宝田的沾面，我们超早就过来。其实是我抄错时间 XD。身为排第一名的我们，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骄傲，哈哈 ！Tilda 在暗摸摸的住宅区里，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。昏，九宝田本店位于西洞院通上，距离京都车站只有徒步10分钟的距离。在外面你就可以先看好要吃什么，店员会先出来问你要点什么，但是进去还是要在十卷贩卖机买十卷烟，然后将十卷给他们。半熟蛋、菜饭、沾面。九宝田家的汤头是比较浓厚的味噌口味哦，不会重咸到很夸张，有那么一点沙茶的味道，里面有叉烧肉和肉燥。口 Q 的面好 Q， 有嚼劲，汤好浓厚，排队蛮值得的。圆字符号，圆字符号。肉也是还不错，可惜我拍不好面，吃完可以加高汤稀释，看个人喜好，我是没加高汤来喝。炸鸡在日本来说算还可以，小孩子会喜欢吃的食物，先填饱肚子再说 XD。